最近啊，又研究紧呢个光速系嘅武器啊，所以又有啲小嘅发现，所以今集嚟啊，玩下呢一部机啊，喂，叫做 AGE3 嘅一个叫堡垒型嘅一部机啊，不过我冇睇过嗰个系列啊，所以唔系太了解。不过就呢部机咧，佢只手咧非常之好用，佢只手嗰个光速系嗰个武器非常之好用，认真。跟住我可以睇下其他部分先，即系我买模型嗰度咧就买翻嚟就真系得部机啊，冇武器嘅，冇枪冇剑啊部嘢。跟住啊个头啊冇技能，身体 A G 系统啊等离子压缩炉啊。这个就两个都是最高级的技能啊，都可以攞嚟做合成嘅。A.G. 系统是醒觉时间加两秒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玩一啲无限醒觉嘅机体嘅话咧，其实呢个技能可以合咗佢嘅。跟住等离子压缩炉就系嗰个推进器容量加5000，最大噶啦。手啊。冇技能，不过有三样嘢啊，一个就系 O.P. 武器，一个 E.X. 武器，再加多个盾牌啊。跟住脚啊，高输出气垫单位啊，又系最高级技能，移动力加 10%。你背包啊，冇咩特别，就咁样背包。即系其实成部机咧，换句话嚟讲啊，除咗只手之外，其实都几一无是处下嘅。不过佢只手就真系特别劲啊，特别劲啊，比其他机体都特别犀利啊！我阵间用一次俾你睇啊。跟住技能就自己一招特别技能啦，只手嗰度堡垒型破坏炮啊。跟住就一招 OP 技啊，只手即系原厂就系咁啫啊，就一招，跟住加一招 X 技，跟住咩都冇啦啊，自己又冇枪又冇剑嘅。真系，即系如果佢俾人斩断咗只手嘅话，基本上系当沙包咁打噶啦。啊，不过我都用一次佢只手啊。嗱，见面啦，见面到个效果啊！佢可以一边射激光嘅同时一边移动，同时激光又大又追踪性，会自动锁定啊！即系可以话我用过咁多嘅光速武器入面啊，最好用嘅一个光速武器，认真。一般啲光速武器都要，譬如好似呢啲咁样嘅照射性光速武器啊，即系射一条直线出去嗰啲啊。多数都系要啊原地企定定喺度啊，先可以射到嘅。跟住企定定都算啦。即系如果人哋避开咗嘅话咧，佢唔晓自动追踪，即系冇得自己再追住佢嚟打嘅话。但系佢呢支真系屈机啊！同时有呢个追踪性能，又可以一边射嘅同时一边回避啊，真系屈机，认真屈机。不过呢支武器同时都有一个好大嘅缺点，就系佢个回复速度好慢。特别慢，个人认为特别慢，认真。所以最好如果你要用嘅话咧，都系加多啲嗰个充能速度俾佢，系啦，加多啲个容量同埋个充能速度俾佢啊。回好啊，冇出手啊，系咋，走到边啊，跟到边啊，支光速。超级好用，尤其是打呢啲咁样嘅 MA 机体最正。我一边避啊，一边避，跟住一边追踪啊，佢走都唔紧要啊。我见到啊，一路追住佢嚟射可以啊。打呢啲咁样嘅 PG 机都一流啊。系咁追住佢嚟，追住佢嚟射啊！同埋佢招 EX 技啊，佢招 EX 技个威力都感觉几劲下嘅，
佢招 EX 技系向前一个横扫啊，即系如果你系零距离食晒嘅话，都几冧啊！啊，睇咋？啊，咁样扫过去啊！同埋佢呢招咁样扫过去，原本如果远距离嘅话咧，咁样扫一嘢嘅话，大约中一两下嘅啫。但如果喺正你面前嘅话，你咁样扫过去嘅话咧，就可以食到好多下。嗰度你食五下就100,000血啦，嗰度100,000伤害啦。零距离，头先咁样打四 hit 啊，一 hit 平均20多万，嗰度都80多万啦。咁啊，仲有嘅就系咧呢部机咧，商店咧就净系得 H 支买嘅啫 ，M 支嘅话系冇得买嘅。一系你就自己打翻嚟，一系你就去改造。咁啊，呢部嘅话可以用呢个 set 高达同埋呢个 set 拍 A 一。都可以改造到出嚟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喺外装嗰度咧，都有一用佢嗰支炮嘅。你试下问一下先，系啦，呢支大型光速镭射器啊，啊，可以直接用佢支炮。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，如果你呢度用佢嗰支炮咧，就会冇咗个追踪性能。虽然都系可以一路射，跟住一路移动，一路回避啊，但系佢唔晓自动再追踪个敌人，系啦。就变到同其他嗰啲普通光速一样啊！即系你移位嘅话，支光速都会跟住移位嘅，唔识得继续瞄住佢嚟射嘅啦。唔知点解啊？真系唔知点解啊！明明系同一支嚟嘅，但系个效能会唔同咗，会渣咗啊！好似变咗二手货、次货咁样啊！即系如果佢可以整到同只手嗰啲功能一样嘅话咧，应该系最屈机噶啦，最屈机嘅光速系武器。就算唔系最屈机都一定系最好用噶啦，全部装晒呢啲就系啦。咁好啦，呢部机就讲到呢度先啦，跟住就讲下另外一部啊。咁跟住就讲下呢部啊，部叫唔知乜鬼嘢 G， 唔知乜 Q 啊。因为我又系冇睇到套嘢嘅，喺嗰个咩复国运动嗰套嘢入面嗰部主角机啊，又系今集嘅一部新机啊，新机就梗系你试下啦啊，系咪武器啊？有把双军刀啊，不过貌似攻击模式就得一种啊，就系嗰个连续攻击啊，剑嘅连续攻击啊，系啦，跟住枪啊，一支啊。又系好几个模式嘅，有照射啊、充能射击啊、连射啊。咁呢度就唔全部展示啦，因为其实前面啲机都已经展示过啊，都系同样嘅攻击模式啊，系支枪个样唔同咗咧，基本上啊。咁啊呢度用支连射就算啦。咁啊头啊，有个头部火神炮啊，跟住技能有两个啊，嗰个透明钛合金同埋光子电池，好似全身都有，系啦。全身都有，哦个背包冇系啦，除咗背包，咁啊呢两个技能又系合得过，又系最高级啲技能嚟嘅。光子电池系加5000呢个推进器容量啊，跟住嗰个透明钛合金系加呢个耐久值20%，系啦，两个都系最高级嘅。咁集啲新机好似真系特别犀利咁样，觉唔觉？头先嗰部 AG 三部类型又系。佢系咪新机咧？佢好似都系新机系嘛？第二集好似冇佢系嘛？唔记得咗啊！啊，嗰部唔记得咗系咪新机啊？啊，但系嗰部嘢虽然系得只手劲啊，但系佢啲技能都系最高级。头先嗰部 AG 3啊，跟住依家呢部又系啊，两个技能都系最高级啊。跟住同埋啲武器都比较多啊，譬如身体呢度有个军刀，跟住加个光子护盾，跟住醒觉技又一个光子护盾啊。跟住手就冇武器啦，脚冇啦，背包啊有激光甲仓啊，跟住招式嘅话就佢就冇 EX 技啊，冇啲特别嘅 EX 技啊，不过有招特别嘅醒觉技啊，光子护盾啊，以自己为一个圆心啊，跟住打出一个圆形嘅一个范围啊，跟住喺嗰个范围入面就会扣血，同埋会麻痹人哋啲机体啊，系啦。U.P. 武器啊，呢个就背包个激光甲仓啊，
佢个图案好似系嗰啲浮游炮嗰啲，但实际上用出嚟好似就帽子就唔系浮游炮，唔知点，好似只系纯粹系自动追住人哋嚟射啲类似激光枪嗰啲嘢出嚟，系啦，镭射军刀啊喺个身体度。跟住系嗰种转剑啊，系啦，类似 Turn A 同嗰个 F 九一嗰只，可以系咁转嚟转去。弓箭护盾啊，這个可以攞嚟防御，同时又可以用嚟攻击。平时嘅话就好似艾力长嗰啲咁样啊，计能量嚟防御啊，跟住又可以暗实个掣嚟射出去啊。其实部机系真系唔错嘅，以原厂机嚟讲啊，属于一啲真系唔错嘅机体啊，武装又唔会话太少啊，跟住又有啲喺防御上面嘅一啲武装啊，有光子护盾啊，你同我用咗光子护盾先，费事一间佢啊扣晒能量啊，一射出去啊，唔中啲。跟住呢只手啊，转手，跟住如果咁多嘢嘅话，就可以咁样剁落去啊！哇！光子护盾真系要睇情况用啊，即一般都好少用啊，多数都会攞嚟防御啊，因为如果你一用咗嘅话，就扣，基本上已经系扣晒能量噶啦，用一次就，跟住你就冇得防御啊。我忍你耐啦，阴阴湿湿，再剁落去，啊呢度可以啊，用个光子护盾啊，得翻佢一步，一嘢掉出去啦，跟住仲会有麻痹效果啊。支枪就嘛冇乜太大嘅特别啦，即系同其他嗰啲光速枪差唔多系啊咁样。
咁呢部機又係得 H 支買嘅，即係喺商店度，又係冇 M 支買嘅。所以如果要攞 M 支嘅話咧，都係要去自己打或者改造啊。係啦，今集就玩到呢度先啦，我集再見啦嚇。